明翰的笑容让你天天唱，天天通。 我没事。确定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那个女生。杜明翰要去音乐学院寻找一个神秘女子。我要普通人生，包括爱情。我对流行乐器是不太感兴趣。你好，我是阿德。如果我不是杜明翰呢？不可能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根本不喜欢女生。这几瓶叶子卖这么贵，简直太剥削了。